这个古琴虽然呢静静地在那里作为展品展出，我想呢在万朝的历史时代啊，它发出的这种乐音啊，也滋润了我们古人的心，而且呢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条支柱，以琴的这种形式来展示。故宫还能够把中国古代的古琴的一个文化做一个全面的一个展览，给我们大家看到一个对古琴的一个传承，我也希望就是我们年轻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更加了解一下我们的古代的一个器乐的一个发展的文化。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